掌圆柔往下抹力，然后右腿抽出向左脚前迈进，脚尖包地，抬腿往起瓦，两手随之提劲儿，然后持之以恒，循环往复。空三，活步，左脚向前迈进，脚拇指点地，提拉腰，连续不断的抬腿瓦，也就是说底腿蹦一步，前腿脚全部落地，全凭腰里提劲儿，左右换势。耙子空，开式站好交架，左脚向前一步，落地内扣，从外向里镰刀割草式，即脚的内侧用力，脚外侧接地，擦着地皮往回刀拉。左右脚练法一样，耙子有齿才有刀力。腰弓一，山腰，开式两腿岔开，过步略大，两脚尖内扣，往前下腰伸平直，左右长腰到位，翻脸后看，臂弯挡脸带着腰走，双脚不可移动。腰弓二，开式两腿岔开，过步略大，两脚尖内扣，磨腰时一手在前，一手放在背后，前手出掌和头顶一平，随腰匀起，掌心朝上撑立，掌随腰转，翻掌似托一杯水不洒，左右换势。腰弓三，开式将身体立正，两腿岔开，身后一步左右面向前站一人，举双手后扬，交与背后站立者手搭扣，后扬到极限时，背后人用劲儿将其拉起，30下为一组。涮腰弓，开式将身体立正，两腿岔开，过步略大，两脚内扣，前探腰时腰要平，左右涮腰时两肋往外撑劲，后扬时目视上方，两臂随之摆动。鹰爪力抓空，开式将身体立正，两腿岔开与肩宽，两脚内扣，五指抓地，下蹲肛门回收，虎眼敞开，
两手握拳如卷饼，拳心朝上贴两肋。出拳变掌要愣，到极限时五指用力张开，渐渐用力攥拳回收贴于肋下。左右手练法一样，平均每20秒抓一次，效果最好。套装推，开式前两手握砖推，身体立正，两腿岔开与肩宽，骑马蹲裆式，扣脚尖敞虎眼，吸胸紧背，耷拉尾巴骨，严格要求。两手握推，拳肘贴两肋，推时拳心朝上，发力点在极限。回拉时翻腕下扣要愣快，然后拳肘贴于肋下，回拉时劲儿要愣快。四步推，前腿弓，后腿绷，长腰甩脸，脚后蹬。开始前两手各握推一只，身体立正，按线两腿岔开稍弯曲，交 X 型上步，上右步右手推推出，拉回时拳肘贴于肋下，背左步左手推推出，然后转身，左手推拉回贴于肋下，随之长腰甩脸，脚下挂一大崴桩的同时，左手推推出，再拉回拳肘贴于肋下，上左步左手推推出，拉回拳肘贴于肋下，背右步右手推推出，再拉回拳肘贴于肋下，紧跟着脚下拧大崴桩，随之转身长腰甩脸，同时左手推向前推出，收势。长腰崴桩推，开式将身体立正，两手握推，拳肘贴于肋下，掌心朝上，两腿岔开过步稍大，然后扇面形的前哈腰，拧劲儿左手推推出，随之脚下挂个大崴桩，推出发力在极限，以臂带腰，左右练法一样。四步云波推，开式将身体立正，两手握推，拳肘贴于左右两肋之下，两腿岔开与肩宽，骑马蹲裆式严格要求。右手前推，到极限发力后翻腕，掌心朝上，挺腰，随之往右张膀后拨，紧接着向前哈腰，两腿拉抻，臀部撅起。哈腰时推子从脑后向前拽出，两手握推贴左右两肋，两腿岔开稍比肩窄，握腰握腿向左转身，脚下拧一个小崴桩，然后左右手握推向斜上方推出。两点要求：一，握腰握腿上身要直；二，下身臀部要接近后脚跟。四步皮条，罗马皮制成，拇指宽，长短根据自己的身材定制，四股合成，两端捆好挽手，
三步皮条。